时间必定爱，爱用心啊，好好把握，该用那时时佛法啦，都是用在咱的生活。那么用心呢，时间也是同款过啊，佛法呢？就是停留在那个所在，所以人爱时时警惕，时时用心啊。《法华经》是佛陀内心所保护着，唯一要向众生宣说的教法，那就是一心。从《法华经》这个发挥成就开始，哇，真多人都直直来咯，要听佛说法啦，就是佛陀啊，在这个中间也还是呢，在顶中不断放出了光明。不断地要启示啊，现在地要讲的法是以过去呢无同，想要来启动人人的信心，要启动人人有追求大乘法的心理，也嘛要看看。人人都要求法的耐心，所以舍利弗啊，代替大家人来讲情啦，讲啊，过去拢总呢啊，以释迦佛啊同修同行，那到现在来因缘成熟，听佛陀说法，应该大家人会当。恭敬信任吼，这下那舍利弗啊，以轻佛说法，其实这是信呐，是非常重要吼。那虽然呐，这么真多人呐，其中也个有无信佛陀现在所说的话。也抱着怀疑，啊，不过呢，有舍利弗啊，真贴佛陀的心呐、啊，才会讲吼，代替大家人一再一再的请法，佛陀呢嘛真相信呢，舍利弗请法呢是锲而不舍，佛陀绝对袂讲吼。为着在座呢，也个有少数的人不敬信一心大法的人，嘛袂用个讲啊，少数的人无耻啦。哦，伊呢无法度去了解、体会佛陀的心意大法，安尼都唔讲，嘛无可能啊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佛陀继续落去。还是爱讲的话，人人若想要听法啦，心里都爱有准备，准备出了这份的心吼，这份的信心一定爱有啊。那这心呐、啊、是足重要。有一位叫做珍珠曼，出生在真有钱的家庭。伊出生来的时呢，头下的面顶呢，好亲像一粒会发亮的珍珠啊！查某囡仔生落来了后，家庭的珠宝啊，自然涌出啊！爸母足疼惜这个查某囡仔。生做乖巧、聪明伶俐，
那是看到贫困的人啊，就将伊的珠宝啊布施给贫困的人。大家人拢知影，珍珠万这么这么水，这么善良、聪明、智慧的少年。另外一个中家的家庭，有一位呢，真正呢漂撇啦，也好心啦。这两个家庭呢，嘛是信仰佛法的家庭啊，就结为亲家啦。一对年轻的夫妻啊，共同信仰佛法。同时呢，两个人相约着，保持着身心清净，找机会呢出家的心愿。终于呢，过了几年后啦，佛陀游行来到夏威国，地书一个读完说法的时。两个人向伊的爸母请求啊，要去出家啦。这两个家庭呢，成就这对年轻的夫妻，同齐到佛前呢去跪地，同时呢剃度啦。大家人看到，足羡慕的啊。大家人感觉，啊，这因缘是安怎呢？佛陀开始呢，就讲出了呢这个因缘。过去的显劫的时代呢，有一尊迦叶佛啊，到婆罗那国的时，有一位呢阿萨罗尊者。不是真有钱，却是一种信仰佛法。拜见了迦叶佛的时啊，看到迦叶佛的庄严佛法的威名，伊感觉少数的人听到足可惜，发一个愿啊，要举行一个无量法会。想要让更加多的人来接触佛法，所以伊就爱去劝募，让大家人同齐来出钱，请迦叶佛来供养，请迦叶佛向无数的大众来说法。有一位妇女听到了，内心呢就起着迄个信号。印度有钱的人，爱用珍珠啊，画在伊的下头哩。伊随手呢，将下头这粒珍珠摕落来，就给阿萨罗。那这个阿萨罗摕到这个珍珠啦，就赶紧呢去办这个无价。查某人回去到家裡啦，先生啊，看到講，啊，你下頭那粒珠呢？伊就將在街仔路聽到看到，歡喜隨喜，把這粒珍珠捐出去。這位婦女的啊，先生聽到呢，真歡喜，把伊讚歎，隨喜。同时也要发愿，生生世世会当通听闻佛法啦，因缘成熟会当随佛出家，两个拢总同齐呢，也未听到佛法，都已经信仰佛法，所以呢，
两个同时发阿弥的愿，一对的翁某呢，在迦叶佛的时代，一直到现在释迦佛这个时代呢，已经因缘成熟。这对年轻的夫妇是现结以前迦叶佛时代一对的夫妻，总共一句，这种随喜也是功德啊！吼，这种呢，哎，广大人人会当通来了解佛法，这呢也是一种呢，修行难得的功德啊！总共，咱学佛听法啊。一定要时时起着欢喜心、信仰心，而且呢，要相信佛陀所说法，一切都是要多用心。